一个干他们分散了，有仨在一起，还有一个单门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给他们先稳住，半个山路呢，先稳住他们这几个傻小子。这几个跳右下角，这单门的去大厂了，他们都在这边。你往那边去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，你往我标点那边飞，往远处飞啊，越远越好。就飞到这点吧，收到这点往那边收。行。咱我就搁这，我去这个路这边的三层楼吧。对，就搁三层楼那埋伏就行了，别让人发现就行啊。嗯，哎呀妈呀，害怕不你？行不，兄弟们？这个是鸡哥。嗯，这个是鸡哥，就那个房里那个应该是鸡哥。倒。倒，全倒。还有一个。是我这边这个吗？回去了，回这了。啊，这房里又有一个。回这了。对对对，看着。对。挺谨慎的，没救。这么天都不跳。跳了。跳了。倒，死，漂亮，行，应该还剩最后一个，没灭队吗？但是队友哪去了不知道，都死了。我看看吧，流血流死了。哎，哎呀，走，撤票走，还剩一个不知道哪去了，包啊，要命还是要包？出去扫一圈，在那边看着了，在半山腰上有一个粉色衣服的，看着没？干死他！这是真人吗？鸡哥，不是他，还有粉色的，我记得。啊，粉色的搁哪？我看着了，不地的搁山上，看着了。是，漂亮。走，过去，踩猫。这人，嗯，从头落着。这个山上我怎么感觉是有人？有可能有人。有人。那这不有个吉普吗？下来一个。打不打他？砰！砰！砰！树后还有一个，是吧？俩人，走上干一个刀。来，哥，哎呀，小灭队了，我去，牛逼！偷袭成功。哎呦，这边全是小防区。看着房顶上有一个，房顶有一个。哎呀，哎，别打呀！前五了，稳住，看着了，别上的，别上房子！哎呦我靠，没上房。大哥，你搁哪呀？你干的？我搁这边一歪头，他瞄着我，预瞄好了。爬动脚步，来一个啊、哦！来了，完了，完了。